老花一继续做挑战，花友们寄什么花我就帮他养什么花。这个花友呢是想要把这个白锦合果芋让我给他转成土培的，他自己不敢尝试。咱们打开，这是干嘛？这原来是水培来的。不是，怎么这么打包啊？我说这个宝贝打包技术就不行，他要来的话这个工资就得差好多事呢。不要老是想着用这些个东西来保存叶片，叶片在打包过程当中叶片是不会缺水的，就是根部不缺水就行了，好吗宝？因为像这种如果说再放几天的话，它尤其是到夏天特别容易就闷坏了。就是花友们如果在寄花的时候啊，要稍微看着点，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看什么呢，我之前做的那些个开箱视频，你看人家的打包。它土培很简单啊，你就是选一份好土的事儿，对吧？你就比方说怎么说呢，就是以前有个大爷，浴室里边就是洗澡堂里边有个大爷，保安嘛，那看大门那种。然后呢，女澡堂子里边着火了，所有的女生一丝不挂的都跑出来了，都捂得上下的。大爷说：“你捂那咋都长一样？你捂上边是吧？人不知道你是谁了。”哎，后来那女的都闷过楼了，哎，捂着脸跑出来，怎么大爷笑了？得亏现在是春天，上面的叶子一点事都没有。这个花友养的是真心的好，略微的有一丢丢的缺光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判断出来的吗？之前你还记得我说的这个知识点吗？因为这种出锦的都要给一些光照，要不然它会反主，就是会变绿，知道吧？像合果芋系列的呢，都是很好养的，它跟龟背竹啊，还有一些你们养的春雨啊，都差不多。这花友还害怕这个什么，害怕干死了，哎，这样保护那样保护，没必要。哎呀，这个根系很壮，躺着种就行了。这样看到没？他应该是扦插的吧，就是水培引出来根儿，然后想种，他不敢种活，是这个道理哈。这个也一个道理啊。这个可以分成两颗的，你看到没？你看从这里可以再分出来两颗。入盆对咱们来说呢是特别的简单，可能对有的些个花友来说呢就感觉特别的难。也就像咱们之前那个白锦龟背是吧，我在那个大冬天这么冷的时候我都给它冻上了哈。哎，寄走了是吧？那个啊，变成2700他就要回去了。哎呀呀，其实好多的花友在这种水培转土培的时候哈，你就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选一份好土，好吧？老花一家卖的土已经是园艺行业里面天花板级别的了，已经是最哇塞的了，没那么难，土培水培都一个样，埋的时候别埋的太深了就行了，就这样，正好能固定住。人话说你怎么把全个的茎杆都埋进去了？你不要紧，你别着急，宝贝儿，你过段时间你知道吧？过段时间等根系长得差不多了，我就可以把土稍微扒拉扒拉了。这样就种完了，也不用施肥。这一颗相同的道理，这一颗咱们在种的时候呢，这个根看到没？我给你种下去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随便拿一个花盆吧，只要排水透气就可以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了，下面有一层底土就行了。接下来咱们往里边加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点它的这个总体的颗型，这样种正好哈，挺漂亮。接下来就加土，种的时候你看这是这根了吗？这根咱们不要想着给它埋上来，让它自己长下去，但是这一边边呢稍微给它保保湿，稍微的给它保保湿，这样子的感觉，稍微围起来一点，让它自己往下长一长，长一长以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土再取出来一部分了。因为它也要靠这个根系来吸水的，所以说咱们暂时的先这么着，暂时的先这么着，过两天这个肯定要稍微往外扒拉扒拉，因为根系又长下去了就好了。但是不建议大家这么长远的弄，长远的弄它会闷到里面闷坏，好吧？接下来呢就一遍透水，什么肥料都不需要。大家伙一定要了解，它自身现在长得这么壮，它自身会光合作用，而且土里面会有一定的营养，足够它长到根系满。就是说像这种情况3个月不施肥一点事都没有。有的话说这么夸张吗？
就跟人一样，三天不吃饭，植物是一个月吃三到四顿饭，而人是一天三到四顿饭。你像给它三个月不施肥，相当于人三天不吃饭。你想想，人要三天不吃饭，你给它扒拉开以后再给点肥料，狼吞虎咽，长得倍儿棒。好了，这个水培转土培啊，也就是这么简单啊。好像的话总觉得难，其实难就难在大家伙一个土选的不对，再一个呢是着急施肥，别施肥，有最起码要一个月不给它施肥，先让它去树顶的去生长，然后呢注意适当的保湿。如果说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保湿的话呢，你可以做个那种迷你那个温室大棚，或者是找个大点的塑料袋，每天晚上给套一套保保湿。因为它之前在水里的时候呢，这个根系的吸水能力啊不用很强，它足够维持上面的这些个水分，但是你转到土培里面，它的吸水能力没锻炼出来之前呢会产生脱水，是吧？一脱水就会人就会跟人一样，人一缺水容易感冒，万一它感冒了呢，它就不容易好。所以说花儿们要了解这个事，那在我们棚里面呢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个事的。接下来我就是一遍透水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一遍透水即可，然后放到一个避免强光暴晒的地方正常养护。你要一早一晚，就像现在这个点钟是九点来钟，像这个太阳呢是可以稍微晒一晒的，好吧？如果说没有这种光照的话，也容易退紧，就是会翻煮。好了，这个花友的两盆呢咱们就给它种好了，老花一家里边有，过两天我分一点苗子，到时候抽奖送给大家。好了，白锦合果芋的一个花友啊，希望他那个花呢早日活蹦乱跳起来，等花晒了以后呢，咱就给这位花友寄回去了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。如果说您想寄什么花，取得我们后台小哥的联系就行了。来了。